魂帝国灭亡，唐三挟史莱克七怪功成身退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是的，老师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老师给了帝国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，谢兹实在太无力，弟子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说帝国是老师的，您的话今后就是对帝国的命令，自雪崩之下无不遵从。雪崩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也该是我功成身退的时候了。老师，听我说完。我从来都不愿意参与战争，唐三所做一切也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伙伴和亲人。雪崩，答应我四件事。老师您说，只要弟子能做到的无不遵从。第一，在彻底剿灭武魂帝国的过程中不得滥杀无辜。是，弟子一定会约束帝国将士，绝不滥杀无辜，凡投降者一律不杀。第二，十年之内不要向星罗帝国发动战争，此次大战已是劳民伤财，没有平民会渴望战争，休养生息吧。好，弟子答应老师，十年之内绝不向星罗帝国发动任何战争。我想星罗帝国也一定不会向天斗帝国发动进攻的。那是当然，有老师在，谁敢轻言犯我天斗。雪崩，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三件事。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干涉帝国任何的事，所有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努力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也不再是蓝浩王，不再是帝师。最后一件事，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，唐家军解散，所有诸葛神奴受贿交给唐门统一进行销毁，唐门以宗门形式存在，不再参与帝国战争，也不再为任何人生产暗器。暗器在战争之中过于霸道，又伤天和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谨遵老师叮嘱。